我的美女老板之见家长。呀，宝贝来了。外面好大的雨。系好安全带，咱走吧。好的。你拉谁了？不是，我没拉谁。谁动我座椅了？不是，宝贝，我跟你，你听我跟你说行吗？腿还这么短。完了。这化妆镜都给我打开了。不是，宝贝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你拉哪个小腿长了？你背着我找女人了是吧，华姨？不是，没有，宝贝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听我跟你解。还有口红。我。不是。有这么劣质的产品。宝贝啊，还涂这个颜色，宝贝，大夏天的不腻吗？宝贝，能不能有点品味？宝贝，姐，姐，说谁小绿茶呢？我，哎，说吧，不是你一直不让我说话，哎，行了，咱回家再说吧，好吧？